警方自助晚餐买一送一，客满呢。时隔一年半，又来华航诺富特啦。结束防疫任务后，诺富特在暑假开始之际全面回归，旗下自助餐厅打出买一送一优惠，果然引爆买气，又见人龙排队进场。客满吗？这用餐盛况，摄影只能见缝插针，发抖腰，还是先吃再说吧。重启营运，打出生猛海鲜季，生鲜餐台算是重点喽。从外围开始，就是宝岛风味鱼皮、蛋菜、白虾、白玉大蛤，类似甘露煮的鲑鱼。这边过来，各式握寿司和花寿司，生鱼片餐台。平日午餐提供鲨鱼烟、旗鱼、黄金鱼软和尾鱼，师傅捏饭团的手没停下来过啊。坚果们、冷肉盘、起司也提供了五种，蔬菜派和猪肉冻。狼太醉啊，宝贝护家啦。空空的餐台原先还有五味小章鱼和烟熏鲑鱼，米馆冷面和凉拌紫菜，然后是桃园市有机农场原先智慧农场提供的生菜们。Incredible， 吓死人了！品方重开，主打海鲜季，没有鲑鱼生鱼片，有熏鲑鱼跟煮的鲑鱼。残念的是，客满嘞，太夸张了！五味小章鱼，太饿了。白玉大蛤，蛋菜啊，鲑鱼。酱煮的鲑鱼，哎，酱煮的也不错吃哎。用炒的吗？像甘露煮那种冷的，它是冷食。鱼皮，虾虾，鲑鱼煮的真好吃。是，谢谢，帮你送两种佛跳墙。佛跳墙，对，我们一人都有招待一桌。好，谢谢。提早定位的话，每人会加送一盅佛跳墙。品方重启营运，定位会加送一盅佛跳墙。用金华火腿跟老母鸡等熬煮八小时的港式上汤，汤头清爽，夏天喝起来很舒服。再来看看热食餐台，今日热汤，主厨推荐。咦，是欧阿米索吗？西式的汤是法式洋葱牛肉汤。炖的软烂的勃艮第红酒炖牛肉，厚实有弹性的肯琼风味香烤南油，烧烤猪梅花佐墨西哥香辣酱。先前肉台在平日午餐提供德式香肠，我要香肠，谢谢。这红酒酱、黑胡椒酱跟哥氏盐巴，感觉是给牛排用的啊。但是牛排只有晚餐和假日才供应，残念呐！其他菜式，干煎鲜鱼佐酸豆奶酱，恶魔风炉烤鸡腿佐酸甜酱，超香的松露野菇意大利米面，现烤的素食总会披萨，松厚饼皮的熏肉总会披萨，起司咖喱白酱白绿花椰菜，酥炸澎湖花枝丸。酥脆不油的炸鱼条佐仙人掌塔塔酱，加入仙人掌之一的塔塔酱看起来很少女。再来是料理鼠王最爱的家乡菜杂菜包，意式茄汁炖时蔬。现煮面台提供泰式海鲜汤和担担面，加蚵仔加小卷，自己选料交给师傅煮。转到后面餐台，泰式热炒区，澎湖干贝酱海鲜炒饭。红湖金瓜肉丝米粉，高丽菜酸烧鲜鱼，白花菜干烧梅花肉，后面改上了猪猪棒棒腿，布拉提苋菜羹，八味西芹烩三鲜，梅干扣肉，这个是猪肉，这是鱿鱼，这是炸鱼，这鸡肉，丸子。这是全部菜名吗？不是。不止记关键字，红酒炖牛肉，哇哈哈！
鳗，澎湖花枝丸，炸鱼条，仙人掌风，茶茶酱，很穷风烤鱿鱼，烟熏鲑鱼停工了，可以拿完就没了。水果们在靠近门口处，现切有四种，没切整颗的也可以请服务生帮忙拿去厨房削皮。罐装饮料，午餐没有酒精饮料哦。小点儿，薯条，鸡块，蛋挞，小餐包。和长棍软发欧包们都是出自自家烘焙坊。饮料甜品在最里面，果汁茶饮四种，热茶和咖啡。甜品们餐期末段一直来不及补啊，今天提供的杏桃千层蛋糕、巧克力棒蛋糕、泡芙、布丁、雪梅娘莓果慕斯、 Oreo 蓝莓起司蛋糕、草莓蛋糕、紫地瓜塔、巧克力蛋糕和吃起来有茶香的蛋糕。餐点时有变化，有时候还有他们家烘焙坊的招牌百香柚子棒蛋糕，香甜不腻，大家都很适合上桌秒杀。哈根达斯四种口味，你看哈根达斯四种口味都是很 popular 的口味，没来他甜点准备的不够都被拿光光甜点蛋糕没有啊，都被拿光光了，只剩下几个了。A little bit tremendous， 地瓜塔。但是那个烘焙坊应该赶快来支援前线，赶快送一些小点心进来才行啊！住飞机饭店就要吃飞机饼饼啊！蛋糕刚刚终于补啦，今天用餐人太多了，蛋糕一下下就被拿光了。哎呀，这起司蛋糕很好吃哎，不是那种很奶很奶的那种起司。哎呦，甜点有进步。天啊，第一次遇到华航这么多人。对，飞机位在机场旁边的华航诺富特就是个过境旅馆，自助餐厅基本的都有。不，老实讲，这样一个人440，真的有啦，是有，尤其是做口碑啊。对，毕竟被骂了一两年了。你要说换成原价的话，搞不好大家开始会批评，觉得不划算。一年前的平日午餐还是700+一成，对比现在880+一成，疫情后重启营运，感觉景物依旧，物价已飞啊！好啦，今天的吃到饱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回，等等，吃饱了刚好要 check in 啦 ，Patreon Play Around 现在要回归频道创始初衷，不仅吃喝也要一起玩乐，跟着新单元佩特拉去哪里？到处走走看看吧 ，See you。